出来我敬你啦。来啦，吃水果啦。你那咧袂用的哦，啊！丁主任一个人家己喝闷酒，哈，用啊嘛，那无互伊欢喜，我是袂付钱的哦。丁主任，你莫一个人来啉啦，一个人啉较紧醉呢。来啦，我敬你啦。来啦，丁主任，看你要是咧啉酒还是唱歌，我陪你啦。嘿啦，丁大主任，莫互妹妹伤心，啉啦，哦，哎，来吃是要 happy 的，哦，一直在啉酒有啥意思？心情不好啊，啊，是不是出来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哇，你放心啦，哈，我唔是放上头啊啦，伫只讲的话哦，我袂出去替你宣传。嗯，我是看到啊，咱兄弟一场，想要替你分担一寡心事。嗯，我是在想我，现在查某人遐尔唔知影好歹。我心肝对好，伊煞把我当作救生圈。溺水的时阵，甲抓条条，只我，就甲我等一边。哦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？丁大主任，凭你的外表甲实力，要什么款的查某无？敢有需要搁这样委屈啊？哎呀，既然就出来啊，就卖阁甲厝内遐无欢喜的代志哦，藏伫心肝内啦。我知影你是有情有义啊，千万柔情，敢若想要留予煞一个人，啊，不过查甫囝敢讲啊，放互看啦，厝内还厝内，厝内查某负责洗衫、煮饭、照顾你的生活，来遮哦，开钱。爱开我爽，开我欢喜，你是唔通辜负你边啊这两个哦，水的妹妹呢？啊？系啊，顶阵你爸操我血艰苦的呢，来啦，饮啦。是啦，较欢喜的啦，人生难得几回醉啊！系啊，饮啦，我敬你啦。安尼唔才对，查甫囝，好，我敬你，好啊。要饮就爱饮好阿姨啊，来，继续。来啦，我敬你啦。我无去旁边呢。来。这气哦，强要调调啊。对称。哈哈，老弟，请坐啦。老弟啊，唔知今日佫有甚物代志要来求我？啊，来练一只小拍棋啊，你也做伙出来。周明，我问你，你凭甚物找阮叫麻烦？这要怪吼，都要怪恁家己啦。吴金星啊，你现在一直跟我作对。连我想要卖土地，你也敢抢？我假是王文强，就是要抬价价高，你看。周一鸣，你嘛真正以为你是议长，当然无法无天啊！无法无天，我再给你看，什么叫真正的无法无天？好你，当然做梦啊！这样这样这样，本世人啊，你真正是唔知死活。我家私已经献出来给你看，你阁想要去甲人抢？我都唔相信你敢甲开枪。那安尼讲，你真正想要试看卖哦？邱一鸣，不准你乱来哦！迄是只小拍鸡啊，一直想要等你欺骗，我已经忍伊真久啊，我实在挡袂住啊！邱一鸣，你若叫我，即摆随我掉落。邱一鸣，
算我阿兄较唔对啦。我伫只甲你下一个死咧，安尼会用个咩？无需要啦，本世贤啊，你若爱我帮你煞会用个，你即马就跪来，乖乖向我磕头跪死咧。你当老死人啊！你真正活伤久，变大喘气啊！今嘛是什么情形啊？大院长啊，你不是叫我来看你要哪讲生理的？哪会连情拢惹出来啊？大家吼有话好好讲嘛，哈啊 ，take it easy， calm down， 好不好？哈，好啦，我今日看副总裁的面子，暂时帮您耍。老院长啊，我今日会答应出来跟你见面，是想要跟你讲一笔生意，嘛顺便给副总裁做一下见证，知影我的实力。之前你跟王文强买一片土地，我听人讲是用一亿2000万买，我就用同款的介绍给你买过来。你咧喊命啊！这个介绍我无可能买。吴金星啊，我看你还是乖乖卖给我啦，那无。这嘛是王文强家己咧出代志，搁刷来，我绝对让你看到你身躯边一个一个人出代志。但你这嘛是咧恐吓我？恐吓你是安怎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 case 若无三点啊，我绝对无可能卖啊。好啦，我让你看，我安怎收拾你身躯边所有人。头一个，我就抓罗无忌开刀，伊是该放几日来？我绝对无这么简单就放伊出来。你敢？我现在唔敢，起码拢是我的性命，我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吴金星啊，我今日是开这一亿2000万的介绍给你，啊，若等我选掉李伟了后，都不是这介绍，甚至我还叫你乖乖啊，送我一块土地。你莫抓准你当选立委，就真正变皇帝啊！无唔对，阿贤啊，你讲啊一点啊拢无唔对。议长若选掉立委哦，伊就真正变这个皇帝。恁看啦，伊即马是议长哦，就请啊抓袂着，用一个啊一个甲请伫咧涂骹搭，哈！若选掉立委哦，恁就更加无法度喘气。我无可能让你选掉李伟啦！吴金星啊，啊，即卖是安怎？你边啊无人啊？你是凭啥甲我抢？搁较无人啊，搁有我咧！我做过五届议长啊，我都不相信，我若重出江湖，我会拼输你！吴金星啊，你是在讲笑呢？一个骨头已经含烧伊的人啊，确实要甲我拼。我看哦，免三两个手，我就要替伊拼出来啊！好啦，老议长啊！唔是我烟斗面啊，爱讲话啦吼！以你即卖的世面，是拼袂过哦，周议长的。我看安尼啦吼，大家哦，就化干戈为玉帛，你咧就捐一寡钱出来，予议长诶做竞选经费。是个议长呐，选条立委，吼啊，伊会带念哦，金婚，甲你照顾嘛，无得卡咯。是啊，副总裁讲了一点也都无唔对。吴金星啊，你还是把土地乖乖卖给我，那无以后就是我周立伟的天下，我绝对给你一个一个死无葬身之地。周明，你莫想要唱秀啊？那有法度？我这嘛是就算讲多会选，我嘛选得掉啊。多会选？我看你是选个倒。彭世贤啊，你哪有才调？你就出来跟我算，唔通跟罗文基同款，干哪要出一支嘴啦？好，我即马跳到跟你坐。阿爷，何啥？我真正是叫急掉，我唔相信这世间无天理无正义，我更加唔相信天公伯啊，会让你七公派人继续下摆落去。周一鸣，你甲我听清楚，我即马正式向你宣战，而且我要你知影失败到底先要注意。即马是选立委。唔是咧选徐惠理事长，这是地方上每一个人拢爱出来投票，
天哪，这么天真啦！我是不是天真？票开出来才知影。我看你上午紧甲你的条卡绑好势，啊，若无死到票开出来歹看，你就别哭无使。好啦好啦，算你有气魄啦。那安尼哦，我用剁手扭你。我等，来走。好。冯世贤啊，你甲调清楚，我绝对甲你饲个土卡假土。老兵啊，坐啦坐啦。啊，大侠，我问你啊，彭世贤这起是不是三斤了，想要加四斤起？啊，是啊。哎呀，局长啊，无必要安尼啦。啊，大家哦和平共存是真好。啊，咁需要一定要建个安尼老爹老弟。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会影响到咱合作的生意。阿贤即马跳出来选立委，安尼我烟斗面来计划，就搁向前一大步啊！我感觉，敢若一世纪才尔啊久，我就惊你会发生什么代志。可心，你放心嘛，我当是好好徛在你面头前。啊，不过我若想到进前，阮爸去互收了了后，发生遐尔多的代志，我就感觉足惊的。孟强，我若搁失去你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啊。孟强，这种感觉真是可怕的。我无希望哦，去跟你分开啊。可是你戆人，啊，对你不爱我，啊，那无我这些人无可能离开你。啊，你安尼看我是要创啥？孟强。你之前跟我求婚，敢有准算？若是有准算，你跟我求一遍好不好？我今嘛无鲜花嘛，无戒指啊。唔免啊，你的真心甲心意，比鲜花佮有戒指佮较重要。心意好，我答应嫁予你。是啊，阿舅的李伟也补选哦，我怕算要跳出来。妈，你讲啦，我嘛是强逼着啊，无跳出来袂用个啊。是，哎，为着咱彤彤啊，你遐久啊，你一定爱收听的呢，哈。多谢啦，阿伯林刚哦，我请你食食饭个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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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。你出店了？彤彤啊，下来。你有看温学姐不？无啊，安怎哟？再去学姐敲电话好哇，伊一直敲一直敲，讲文强出代志啊，所以下帮我敲电话下伊，一直找无伊的人，唔知伊会出什么代志无？
家，学姐，文强，你无代志啊？是啊。好了好了，无代志了啊！来来来，坐坐坐。真的真。学姐，你强要甲我惊死，你知无？多谢你这个学妹哦，这么关心我，你即马就知哦。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啉只茶，啉只茶。啊，斌哥，谢谢。文强，你家是平安回来哦。是啊是啊，多谢你关心。志芳姐，是啊，干妈，志芳姐，多谢你的关心呢。对啦，人安全就好。嗯。哦，看你的手在牵条条，看起来经过这件代志哦，感情较好哦。嗯，在这，我要甲大家宣布一件代志。学姐，什么代志？啊对，之前大家不是拢真关心我甲文强的婚事，即马我伫这甲大家宣布，我已经答应文强求婚啊，可要嫁予伊啊！学姐，恭喜你耶！多谢你。可是小通啊吼，我这做干妈会当做主婚人啦。哎，恁两人很有钱，终成眷属，啊，刚小姐美人呢。我是有嘴讲要帮侬，可心才答应的。文强，是到你要包一个大红包给我。那呢，我嘛有功劳，我嘛要一个大红包。啊，你也爱红包？嘿。哇，你我看我们都要破产了呢。对啊，文强，啊，代志处理安怎？有解决？其实这个代志哦，因根本都拢找无证据啊。因敢那讲是有人去检举，啊，我一问讲是谁去检举的，因嘛讲袂出来。我看明仔载，因就搁讲有人搁去检举啊！以后我来应付这，我看都应付袂过啊。妈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甲你参详一下。我拍算要跳出来选，这回立委也不选，希望你会当同意。你不是之前讲无要参选，那还用搁改变主意啊？妈，我真正无法度搁吞忍啊！先莫讲大兄的死。阿麦讲伊敢若安家有冤，都讲真嘛，伊真正无法无天啊！即马乌白两道差不多拢伊在控制，伊看安怎就安怎。啊，咱若无反抗，啊以后咱的性命啊，搁有财产，都继续受伊的威胁。像文强的代志，都上我见证啊。我了解你的想法，啊，不过文强代志，我想真济，我想来想去，啊，是唔够你去插阵地。妈，郭三讲得真有道理。咱若无政治的力量，根本就无法度甲周渝民对抗。啊，这回立委的选举，都是咱已经放弃唯一的机会。阿哥，周渝民遐尼胆巧，你若是正面甲伊冲突，妈妈会就烦恼你安全，你知无？妈，这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保护我家己的。我卖个看啦，我也无甲嫌西浪啊。我唔是要问你这啦，甲我倒扣坑阿贤啊。哦，对对。妈，我个性你想了解，我无想要做的代志，谁逼我无啊？我若想要做的代志，我都一定会做到够。妈，水都已经淹到鼻腔的，咱真正无反抗袂用的啊。就说妈妈拜托你，卖决定遐尼紧，妈妈想看卖，好不好？哎，师傅，小平，慢些，跟你聊聊。别，你慢坐，我去，来，你慢坐，你慢坐。下坐啦。阿健，补选立委，我大家拢知影，你对政治做反感的。啊，不过，即马阿贤是阮唯一的希望啊呢，所以阮爸希望再用上大的诚意来化解你对阿贤参选立委的顾虑。是啦，阿贤不是一个人出来选的，阮全家伙啊。
啊，佮有过去几落十年我所经营地方的人脉哦，拢会转你小天啦。我嘛会拼性命保护阿贤，袂让伊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无去予人栽赃起暴流氓，文强佮莫名其妙予人骂哦，这代志哦，我着真正不好。我真正希望周一鸣会当受到教训，啊，不过先莫讲周一鸣吼，敢有可能出澳博来害阮阿贤？就算阿贤当选，敢真正可能遐尔简单就扳倒周一鸣？哎，至少会使有这个干巧着啊，夹点，袂甲恁当作满节继续当面咧抢。阿金啊，咱讲真的，阿贤来出来吼，阮就有希望啦。咱若拼落以后，我无甲你骗，这个甘巧明伊就唔敢继续安尼软土轻过咯。也若无我无，吼，死到真正阮这阵人吼，也去耗损咱这个所在啦。哎，微信，我会当了解你做妈妈的心情吼。阿婆，你看是最重要的教训哦，我哩惊着。阿唔过咧。阿贤个志向是无同款的啦，阿贤行的是正道，而且呢，伊较熟悉个财政，嘛有替大家做代志的意愿，所以无论如何啦吼，那请你给伊这个机会，嘛给咱家所有人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，好。兄弟，兄弟，你就卖想遐多啦，拜托啦。这阿贤算讲结婚啦，结婚差不多四年左右，我保证哦，你啊明明啊送在你的身躯边，运气较好，凡事得开心嫁你先啦，哎，加一个新妇，加一个孙，我你也好嘞，对吧？哎，谁创啥啦？这么严肃的代志，那阿金做烦恼，还搁底下讲生气。好。阿姨啊，卖房间哦，我已经如何啊？老三，哇，全家出动的，安那这么罕见哦，我知我知，一定是为着阮弟姐的代志吼。阿姨啊，阿你卖个惊啊啦！阿你今麦哦是孤掌难鸣呢，啊，所有的人哦，拢轮流来甲你拜托。阿你身光这么软，可能过无几天哦，你就冻袂掉啊。啊，而且弟姐嘛想要出来转啊。其实哦，啊，咱厝出侪礼物嘛袂歹呢。你敢知影？礼物哦，有出最好看的婴儿的哦。哦，你这早真正是你刚才想的有诶无？真正我确实未改呢吼。哎，我是咧甲你斗相共呢。好啦，卖讲较好听啦，我即马交代一件代志啦。你继续去留你的涂骹吼，你留留的吼。啊，你卖讲诶，无人会甲你当作是 A 狗有听无啊？不是，阿贤确实是一个人才啦。我认为伊诶成就绝对毋那是今仔日安尼啦。那是无出来算哦，实在是足可惜的。伊那做主意吼，哎，姐夫啊，阿姑 ，OK 啊 ，OK。姐，我说吼，你有嘴讲到无烂啦，啊阿姨啊心肯定头啦，我看可能无办啊啦。哎，为什么？啊，阮姐夫亲身来啊，啊你搁伫个。今麦除了阿贤以外，我真正唔知佫会当五芒相啊呢！拜托呀，你去考虑看卖好无？父亲，我袂看唔着人啊！啊，今麦吼，敢若阿贤有材料去对付周一鸣啊，甲咱家所有人的尊严拢搁找倒来，这是咱最后一个机会。阿金嘛，你卖安尼啦，我好规矩安尼啦。阿金嘛，我给你跪啊！哎，阿金，别安尼啦，我想都未去，紧起来啦。要了，无你都阿贵呀，你是在创啥？我是想讲，别用这种方式来逼你阿金啊！代志行到这来啊，难不成你要冲动到懵懂，敢有需要麻烦到阿贤？你实在是……几乎，别个怪无记啊啦。是你啦，好大家这么费心，我想通啊。
阿贤不是跟我一个人的囝，是大家希望的寄托。我这做妈妈的，真正唔甘伊囝进伫这条路。也唔过，伊的囝仔头真正责任遐尼重，我若阁反对，伊会怨叹我一世人。为什么？你答应要让阿贤参选啊？阿贤家己有这决心啊，我有什么理由拒绝？是。阿健，多谢你哦。阿健，多谢你。妈，多谢你。真牛了，你。阿你好啦，阿贤，阿叔来就要看你啊。虽然头前是困难重重啊，不过你放心，吼，甲周立明一场算账吼，阮家的人永远甲你徛做伙啦。阿贤，对即马开始，你会大头入党啊，你千万唔通辜负大家期望，知无？既然要选，就一定爱选赢，因为阮大家拢无输的本钱啊，知无？妈。你放心，不管真正我也不离，我拢会尽全力拼这场选战，不要周一鸣有任何理由过来欺负咱。嗯，是，你的机会大赞。彭世贤动算，彭世贤动算，来，我这边画彭世贤，大家画动算起来哈。彭世贤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算，问你啊。尽量吃，那吃不够，我可以来煮哈。哎，这差不多。啊，那伊我吃当个金龙咯，嘿，也无两个鲍鱼哦。我吃个足滚出来啊。早知影是你要吃的哦，我套尿气油也落去。搁吃，上好是吃个鸡掉了。啊，是你哦，搞出题目啊。啊，真有咧崩胃心哦，哎。我准备做那车面啊，结果那狗老鸟比伊个，什么那个红老狗？对啦。我跟你讲啦，英明啊，转到立法委员哦，恁这群人该注意啊啦，啊，别变个安尼啦。啊，那我正当的哦，佮要讲啊啦，真英明哦，搞动作袂做那丢人牌的啦。啊，今仔日那转立法委员哦，吼。我这个丈人爸，也应该要变烦恼啊，走路就慌啊。相公，周一鸣一点动算嘞。废话，咱这个所在啊，怎么能有咧资格啊？啊，那要跟英明比钱哦，嘛拢比袂到啦。啊，公公，你无听过我二姐阿贤要出来算？阿贤是出手哦，所有人拢会听伊啦。哎，啊，你要选举，开拢无先探听哦，前策。我跟你讲啊，周一鸣哦，一定会落选的啦。你莫了后边讲话啦，无论啥物人过来选啦，搁袂赢过周一鸣啦。选立法委员哦，爱加足侪钱呢。红家哦，即摆落伫地房子啊，哪有咧经费？而且我伊讲啦，燕明是现今的议长啦，人所有条件哦，拢会袂伊面子啦。钱是为倒来，我是唔知啦。啊！不过你拄则讲遐个条仔卡，敢若阮遮虚假的人哦，一点拢是听阿贤的啦。啊！你拄出来劝教，啊，佫无啥清楚。虚伪历史就是真大呢。啊！除了遐个讨爱兄弟哦，啊，佮因爸爸妈妈、兄弟姊妹、亲戚朋友，即讲真薄，你加加起来是会惊死人的。你千万唔通看衰我阿贤哦。笑死人啊！本世贤哪么做过你长啦？
要甲咱做什么立法委员呐？啊，是谁规定讲要选立法委员之前，就一定要先做过里长的啊？无论你安怎讲啦，伊若要出来选哦，都无法度胜过周延明啦。周延明才有资格做立法委员呐。我咧这么生气是要创啥？我是真正甲你老实讲，你若是唔相信，你会愿回去问周延明，看我现出来选，伊是不是会惊？你这甲看啦，方志贤若坚持要出来选啦，伊到尾也死甲足歹看啦。啊好啊啦，袂甲你讲遮济啦。啊，咱甲你连宵食个饭，胃口拢无去啊，袂食袂食。喂，等者等者等者，你也袂付钱的呢？偌济钱啊？一半一千啦，啊，白饭算我请你来，两千块。啥话啊？一半一千？我好想鼓炒的呢，来两千块来。爱两千块？嗯。哦，你真个钱色安尼啊？来来来来，这两千我你加油啊！感恩嘞，感谢嘞，阿伟言哦，过来吃好，我手头才足多哦。哦，这个老胖啊，是做够好讲的啦，辛苦。真正气死的啦，明明要气死我。明明啊，敢讲你拢无要甲我关心一下？若是要讲，家己讲出来，敢煞我问？有够无意思的啦！有话就紧讲，我无参像你同款，逐天伊无代志做。啊，佮讲到迄个好小李啊，哈，讲甚物周延明选入我委员啊，啊，绝对选袂掉的啦。啊，我去遐食两碗菜尔啦，啊，既然敢收两千块啦，啊，看因爸有够无气的呢。你现在佮唔听我的话，走去哪里谈天了？你顶个给咱好彩够不够？啊，我即摆有钱有势呢，啊，闲闲也无代志做啊，啊，我们再走去遐放心一下。那安尼，你是咧跟我斗啥？一个何小丽都无在了对付啊！你哦，无迄个脚手就莫食迄个下药啦。你最好是乖乖踮咧世界饭店，无代志莫出去跑跑走。哎，真奇怪呢！啊，你嘛替爸爸出一口气一下。为怎样啊？啊？啊！你若遐尼惊伊，我是个想拢无呢。敢讲咱爸仔真正活到遐尼委屈？哎，阿伯，英明啊，你来上桌。我跟你讲，咱立法委员选举啊，你千万袂使输给那笨仔神。伊什么东西啊？哈，一个虚伪理事长尔，啊，敢人出来选立法委员？无唔对啦，这彭世贤啊，实在好大胆啦，咱家当面跟我抢呢，伊望天庆庆。我绝对要知影讲，什么叫铁鸡卵蛋石头？对对对对，咱这场千万免输，看你要安怎打赢这场选举，我绝对做一工，替你担任。阿伯啊，多谢你啊，你放心啦，大舅 ，OK， 大舅，千万免动手。我希望你会当把过去的代志拢放下袂记，嘛甲王文强放下袂记，甚至甲周文明，互你的痛苦甲伤害，全部拢甲放水了。世明对我确实无话讲，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，伊拢专心专意甲我斗相共。我真正不应该甲话讲甲安尼直接，要唔过。不管你做么是为着伊好，伊是公务人员，说为着家己的私利还卖不过，万一哪样红擦掉，师傅，回来啊！年底还计好衰啦，其实你的心肝内根本就无我，你也着爱安尼委屈你家己，把你的关心哦，全部拢留予迄个对你无情无义的王文强啦。师傅。黄文强的代志，我是依属人事。你是公务人员，你免哪样遐尼啊，凊彩就去侮辱一个人，去伤害一个人。好，莫讲遐尼多啊！我无想要一感觉唔听你伫我耳旁边念经啊。为你以后，我要做甚物代志，我袂予你知影。咱两个啊，个人管个人的，安尼较袂去冲突啦。为甚物你到即阵还无得了解我的心意？我讲你做唔对，唔是因为王文强，是因为你的身份甲职务。莫讲甲遐尔好听啦，其实我看甲足清楚的，你就是唔甘王文强，
才会编出一大堆理由甲借口来跟我作对。你讲你甲王文强是过去式，迄拢是咧骗我。若是因为你有钱，无得靠你，阁会走去甲唐可欣抢，甲你青梅顶摆初恋情人抢倒来对无？你啉酒醉啊？等你酒醒了，咱再来讲。我老找你辛苦。我是酒醉心头疼啦。啊，唔敢知，我有去找王文强的麻烦。啊，无我永远就唔知影，逐天跟我做伙，我心肝内永远排第我用心对待的查某人，伊心肝内思思念念的，竟然是伊真命的男朋友。你何白讲？为什么你到这阵还唔肯相信我？不管是王文强的邱英明，对我来讲拢是过去啊。我唔是一个无良心的人，你对我好，照顾我的生活，我嘛希望讲咱两个好好啊过日子。是我无希望你发生任何危险，我更加无希望你为着周一鸣来小心妹妹，我安尼做够唔对？讲甲比唱的较好听。我讲的拢是真实的。好啊，卖阁讲，惠弟你讲的话，我袂阁相信啊。喂，嘿啦，才拄啊到厝啊。好啊。你等我，我随到。你干嘛去等？没代志，免你管。既然你选择要思念王文强，我嘛有权利选择我生活的方式。我要快乐，我要去外口找我的快乐。对啊，你手气袂歹呢，乘胜追击，继续甲跑嘞，做一摆甲好样。对了，做一届，赢才会爽快。你加做。停止加做。前九点，前一。继续熬累了。来，请下座。哥，您无考虑啊，我辛苦钱嘛拢输掉了。这哪有啥啦？家己兄弟。请下座。我听你。转播换筹码。是。啊，这边啊，好意思，顶边已经给你请一届啊。啊，没有什么好无意思的啦，哈。小等咱来赢啊，我讲你。双九点，前七点，双一。吹开，一句话。来。来，请下座。辛苦够我，够借一款来赔本啊！真下去，我看今仔日了，就到这为止，莫阁博了。等下，无啦，我稍等一下，我有预感嘛，我随要转开啊。啊，不过我即摆辛苦无钱，通我借你啊。安尼啊，阿健，无我来随了头家借看卖啊。今仔日哦，我若无还钱，绝对袂走。在借钱啊，利息真悬呢。放心啦，
我后壁搁有一个大金主咧收听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找转来。晚八点，前七点，方言。头边有事。我等你多少？人生哦，看面就知啦，搁想要翻身，我看是输到变翻天，搁差不多啦。有这个代志，要跟你参详一下。兄弟啊，做你讲啦。最近为着要替你对付王文强，开我袂少的时间跟心血。好啦好啦，我知我知。你先坐一下啦。这丁世民哦，实在愈来愈消贪嘛，摕我的钱，真正愈摕愈顺手啊。你是要分头去吃？你搁嫌少？你用去问看卖，我前日的头尾张家雄，看下这个人是不是遐尼好料啦。